赡养费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好好的生活。收下这笔钱，像死人一样活着吗？我为什么要收下这笔钱？为什么？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。那你的辛苦呢？那你的痛苦呢？过来坐下。我要跟季军分手了，我不能再做让他们伤心的事。妈，什么忙都帮不上，怎么办呢？我绝对不会跟你分手，这次我会原谅你，但是第二次绝对无法原谅。季军，如果神真的想带走允珠的话，我希望由我来代替他。三，不可以允珠，不可以允珠。爱在屋檐下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。